特殊教育滚球运动，滚出新天地。是。滚球技术及规则相当简单，连智能不足、行动不便等身心障碍人士都能轻松参与。目前也是特殊奥运正式比赛项目。台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学校将特奥滚球列入教学超过10年，这两年也有不错的成绩出现。他们因为障碍，身体的障碍、心理的障碍，导致在学习上面有一些困难。最主要还是让这些小孩子能够在这样一个课程当中，能够提升他的活动量，甚至增进他的一个健康的势能。过程中我们能够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小孩子，那能够让他有一些发展的舞台。那像我们可以带他去参加一些特奥的一个比赛。特奥滚球是从花式滚球简化，进攻者将球滚到有效区域，并尽可能接近白色滚球。OK， 这一次只有蓝景的很好，100分。滚球出手过程必须注意两件事，首先不能踩线，最后球出手时手不能高过腰际，否则都视为无效投掷。他们的一个成长虽然说非常的慢，而且非常的少，但是真的从他们身上反而让我觉得要知足，要长乐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